是资管系的林佳燕所带来温岚的《傻瓜》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唱的是《傻瓜》，然后是林佳燕。例如的是 CY Idol， CY Idol， 也是决赛。
没有，只有初赛。哦，想说就是，哦，我让我了解你的心啦，就是想说在四年当中呢，可以在各场比赛有一个很好的角逐是出来，但是把握这次就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，好啦，那你希望你以后要做什么呢？因为要毕业了。毕业之后诶。对呀、啊，给这些学弟学妹一些见解之类的。可以包包朝阳的研究所啊！好，朝阳，继续爱朝阳，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